好，大家好，咁今日我哋介绍翻 Double Bell 嘅 AM45 啦。咁之前都有睇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，都会有讲过，其实係之前出咗我哋主角啦 ,GGO 里面红色粉红色嗰支嘅 AM45 啦。咁今次呢就其实呢佢除咗粉红色之外啦，佢都会有呢隻黑色或者银色。咁大家如果可能真係觉得粉红色太女仔呀，咁就觉得攞去打 war game 啊会比较奇怪嘅话呢，咁就可以选择返黑色或者银色啦。係啦，咁其实内件一样啦，咁大家可以睇睇啲银色啦。Double Bell 其實佢哋呢排都出咗唔少嘅動漫槍或者啲電影系列嘅槍啦，佢哋出嘅槍基本上都已經全金屬啊，或者已經有部分零件啦，咁都可以通用翻矛儀系統啦，咁就方便大家有咩問題都可以維修啊，或者改裝咁樣啦。好，多謝曬大家。